今天我们来骗一只蚂蚱，假期啊，不要再给孩子玩手机了，可以给他准备一套这样的昆虫积木，非常锻炼孩子的动手动脑能力和耐心，发挥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在边拼边玩的过程中还能认识不同的昆虫，一盒就可以玩好久呢，拼好之后啊，孩子也是有满满的成就感。